美伢今天找到我说她有话要说。干嘛？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说谁肥呢？哎呀，你就穿着吧。之前都不管我穿着，现在怎么管上我穿着了？之前你不属于我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有啥不一样？我可没答应你呢。你答应我了？我啥时候答应你了？你还没问过我呢。啊，那个美儿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天天陪你坐地铁。不是，我是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在。地铁来了，咱们上车吧。车搁哪儿呢？你干嘛的？你看我这么粗配。你这。你还记得那两张地铁票吗？9527和1116。我买到9527了，就差1116了。我之前觉得根本不可能买到的。我答应过你，我也